干不行啊！ I see something up there. 捡捡捡，感觉他是故意不让我们过去的样子哎、欸。用龙打雷索尔啊！来晚了吗？应该是来晚了吧。播了一小时半了。现在我要怎么做？嗨，你好。加塞，他这边应该暂时不让我们过啊，因为他会发这个雷射光。你要怎么过？你说。儿子啊，你有神令你就去吧，儿子啊，儿子，交给您了，老爸在这里等您回来。存档，按错了，随便啦、啊。右上方有东西，那地方上不去啊，重点是上不去啊。嗯，怎么上嘞？爆冲！妈的！有！呜！我操！哇！哦，是哦。谁叫儿子读十杯？哪里有十杯？有十杯，都已。啊干，真小！妈的，射！下面啊。来，我们回头，不急不急。十杯。哦，那个、哦，看到了。哎呦，痛！翻译。Sir. 有巨人有宝藏是骗人的，真的假的？他读什么？六匹狼，两个人，看哪、啊，他们在呼唤我。13个亡灵战士，9个人，看哪、啊，他们在呼唤我。3只塔佐入虫，6个人，看哪、啊，他们在呼唤我。这应该是什么谜底的？1只三怪，41个人，1条龙，99个人。不擅长打猎，不知道。冲一波。哦，科科，啊！好，等闪电消失，好讨厌哦！打了！This dragon is dangerous. 妈的！我们可以帮他解除这个，让他离开这里啊！龙哥，我来救你了，龙哥！龙哥，听乖乖听话，好可爱哦！其实仔细看啊，蛮勾追的嘛。龙哥，我来救你，龙哥！这个封印要怎么解除呢？应该也是把封印的那个石碑给打破吧？他干嘛？举手，这边一只。哇！
我来救你，我来救你。释放释放，共三座。欧特的监禁，欧特的监禁，欧特的监禁，阴照哦！怎么不是少女监禁呢？你们是不是比较喜欢看少女监禁？老实说哦，啊，奥丁之眼在偷看呢。啊！有敌人。不好看，呵呵，真的吗？好，接下来还有哪边需要破坏？我觉得应该是这里。自己回血。很会回哦，好玩好玩。我切！哦，好吵好吵，发生啥事？发生了什么事？又不像原本的战神了，当然不像啊！过了这么多年了，还一样就奇怪了。我靠，会落雷之术啊！这家伙，哦，下去了。This must have been a small settlement. 嗯？那边一个，那边一个。Thought you said it'd be dangerous to destroy the other ones. If it was your mother's wish. Yeah. 哎，突袭！突袭是不是？ We will be forced to kill it. 突袭！落雷落雷落雷，吃我一逼。好，这边的石柱也毁掉了，非常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在这里。啊哦哦！哎，这边有宝箱哎，详解详解。卢恩符文应该在这里面吧？哇，这边也过不去，那边好像有符文的样子。等一下要去逛夜市哦。哇，真好，去逛夜市哎。玩战神就是要丢斧头啊，不然要干嘛呢？没有错的，从那边下去。飞真的是奥丁的兄妹哦，阿萨神族始祖的儿子和巨人尤米尔儿子所生下来的，不像是宙斯当时把那些儿女都吃下肚。两边的想法不同吧。Atreus, to me.To me. Oh. I guess this actually was a problem. No longer. Ooh.
丢屁丢，丢什么东西？哪里再来啊？哪里哪里哪里？啊、哦！呆！We are done here. Done. 刚刚上面好像有符文了、啊，没关系，待会我们先来稍微看一下这里哦。你说这上面有符文吗？还是说我们刚刚在那个上头？下一次问一下，这次的直播第一只 BOSS 吗？不是吧？已经好几只了呢。好、哦，这样会好走很多啊！这是回去的路啊，是吧？这乍看之下像是回去的路的样子，没错，这回去的路。先放一条能够回去的路线，然后再来往这里走。刚来的右上方哦，啊，干你！吓到！错到！哎呦，他突然站在这里，好像鬼哦，好恐怖哦！阿特劳斯，不要乱吓你老爸，好不好？巨人真的没有保障啊！不要这样讲嘛，啊，还是要玩下去啊！而且你这样讲，我就会觉得很无趣了，你知道吗？好吧。你都这样说了啊，巨人真的没保障，可是剧情还是要继续下去啊。而且你都说巨人没保障了，你这样算是蛮严重的剧透哦。那我那么努力干嘛？那我就不要玩了，我把游戏关掉好不好？要不要？我把游戏关了啦，反正我都知道巨人没保障了嘛，我那么辛苦干嘛、啊？关游戏，关游戏，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好不好，各位，卖肾啊，卖肾啊！啊，就没巨人没有保障啊，巨人没有保障啊！那我那么累干嘛？不玩了，不玩了，关台，关台，关台，好不好？那就买保险啊！哦，原来是保险哦，不是保障哦。那所以说巨人还有保障吗？啊，那我继续玩好了，好不好？巨人还有保障哦，那我继续玩了，可以可以可以，这个理解我接受。你们说另外一个符文在哪里啊？我要不要回头看一下？是那个吗？这个又是什么东西啊？啊，我知道这个要怎么过了。这个要从刚刚那个地方过来，把它打下来。刚来就要关台了，没有啦，我只是在讽刺而已，讽刺一些啊，讲话不经大脑的。只想要获得关注的人。对不对？然后把那种重点都讲出来了，就没什么好玩的啊。刚下去楼梯的右下角，所以说我到底要不要去找啊？楼梯的右下角，哪里的楼梯右下角？
刚下去楼梯的右下角，这里。没有。好，我现在站在这里了，你们直接就操纵我好了，要不要？往右边，箱子旁边。看到了这个，结束，还剩一个，还剩一个，还剩一个。这个我们先把这个解完再说吧，搞不好就在这里，永远不回头，不管天有多高，这先炸了。舒服，撸在墙壁上殴，殴爆你！谁是老大？我才是老大！你别是老大，就是我。动作好慢啊！我靠，这挡不住哎！打脚脚，结束。这个就是什么奇怪的符文啊？哦，那一块在那里啊，有点难解。D， 哎，这不是 D。哦，弓箭手好吓人。Here, boy. 哎，宝藏哎！莫名其妙拿到宝藏，斧之文章，斧头抛头的伤害增加6%。留着留着，六猎人国度解完了，我们获得了好多钱啊。他说什么？好消息。老头，那是三度吗？不认识啊，我不认识三度。掘墓人。我刚才，你看这下面写贝托尔特，我以为是进击巨人的贝尔托特。差点看错，差一点看错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要把左边这边两个解掉。歪了。老头认识老头吗？认识啊，我们每天都住在一起呢。另一个我，亚米诺老头，亚米诺老头。所以说这两个是哪一个啊？拼凑上去的话，这个应该是左右下，这个感觉是在右上的样子。所以说我们这个 F 在下面是吧？好好，这个是这个，太早按了。嗯，我失败了，不是都有对到吗？老头跟阿神是朋友吗？点头之交，不熟啊。
老头跟馆长合作玩游戏，我连见他一面都没见过了，怎么合作玩游戏？左边下面错了，不一样吗？哦，那是 B 啊，难怪。你这个 B， 再一个。Yes。开了，开了，开了，开了。这么大的门，什么东西需要这么大的人？这么大的门，巨人族的门吗？人？等一下没有用啊！我们开了，然后呢？哪里做错了？这里做错了。这应该要对调哦，是不是？对，对了，对了，对了。What do they say, boy? True. Yeah. 意思是相信 ，believe. Do they still have faith in their king, even after he got so many of them killed? It is a command to have faith.Despite his failures， 干什么东西？奇呢？这边好黑哦。还会自爆这家伙。这边欧米马上看无。Look here, another. 我踩到我家的狗屎，真的吗？那你会有狗屎运。That's her father, and all the animals she hunted. And the last panel, her father again. Both of them. 那自言自语。在雪地中。不只是传说，奥丁之眼，这个是那个工业的那个啊。找到巨人圣坛，我们现在找到了五个，还有六个要找。这是巨人圣坛吗？斯卡蒂，传说中的巨人女猎手，母亲最喜欢的巨人。Give me my second or he give me a gun. 噔噔噔噔噔噔噔。儿子变巨人啦、啊！火焰巨人，伊佛利特。啊！干你！哇！吓死了！吓到吃手手。吓到吃手手。永恒之枪。One more for the collection. 拿到了号角。所以说哪边走才是正确的啊？管他的。跟黑勒玩方舟方块，之后应该会跟他玩吧。他今天好像有找我，今天应该会，之后应该会跟他一起玩。不过应该是去他伺服器啊，应该说他的地图。原来这边是拿宝箱用的啊。爆炸！砍屁砍！嗯。Well, yeah. 吃我的斧头。They must have been impressive back when you ruled. 手起刀落，手起刀落，一眼都没有扎过。哦，有了。
先看一下这个好了，这是干嘛的？转。哦，把水给放掉、哦，水位会下降。刚刚打掉红瓮炸儿子那边的宝箱印记，记得拿。宝箱有印记吗？我不是捡了吗？嗯，这个吗？啊，算了，我都捡了，捡了，捡了，耶，可以走了。我们先来把这封印解除啊。吃饭了吗？我吃饱了，吃饱才开始播的啊。无敌儿子，吃一波。好，结束了。他会自己飞走吗？我看一下。还是说我们要把中间那个打破他才会飞走啊？表孩子们问我认不认识谁啦，烦死人了。你们这么想知道，自己去 Google， 好不好？干，说真的啊，我认识谁很重要吗？好不好？哎、欸，他们走了没？哎、欸，他还没走、喔。哎、欸，不要，对不对？我认识谁有这么重要吗？你们是新闻台的记者，对不对？一直问我，你说你们是不是新闻台的记者？访问是不是？啊，莫名其妙玩游戏就玩游戏，一直问来问去的。看，等一下，我跟你讲，问完了一定又有人再问一次。你认识阿神吗？你认识祥林吗？你认识黑勒吗？啊，你认识那个雷神索尔吗？嗯、啊，你认识谁？我什么都不认识啊！我失忆症了，我失忆症了，我失忆症了，失忆了啦！你们啊，就是我斯巴达之怒的来源啊，啊，一直问，一直问。放假了哈，作业都不用写啊。不用写作业了，是不是？啊，是不用写作业了，一直问。Boy. Yes, sir. 要找宝箱的符文吗？待会吧。难道说这边就有了？我还有一个符文没有敲，我知道啊。嗯。哎、欸，他都什么都没说哎、欸。帮他抓龙。Some king, huh? 我说真的、啊，玩游戏就讲游戏的事情，一直讲游戏以外的事情。你们到底是要看直播游戏呢，还是要聊天？啊，搞清楚一下你们的状况好不好？每次都遇到这种问题，每次就是有人不懂，一直问。啊，今天礼拜六对不对？可以理解。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了。今天礼拜六，小学生都放假了。长很小。干什么东西？我看我以后开直播啊，啊，我以后开战神的时候有没有？我就开个凌晨台，好不好？这样小屁孩可以少一点。真的，我像我第一次开战神直播的时候是冲首发嘛，12点过后的事情。干，聊天是超和响的呢，没有一堆小屁孩在那边问东问西的，多欢乐啊！
哎，结果今天礼拜六，想说早点玩一玩开一开啊，又来了，小屁孩涌入啦！啊，我怕小屁孩涌入了，怕。Father， 是要打死人魔吗？怎么有奇怪的声音？你不是屁孩，我不是屁孩，我想看战神，那就不要问那么多，专心看，专心聊游戏的东西，不要在那边讲游戏以外的事情，好不好？尤其是那一种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啊，真的是很莫名。Again, boy. 停止那种愚蠢的行为，可以吗？这么想了解我？干嘛？你要追我是不是？啊！你要追我的话，我可以接受，我可以去理解啦，好不好？你是不是要追我？一直问那么多，你想要了解我？那我们要不要泡茶去泡茶看个电影啊？还是吃个蛋糕约个会好了，好不好？这么想了解我，那你应该要先传照片给我看啊，我看我觉得我可不可以接受？我们再看要不要来私下约一下这样子，好不好？啊，私讯一下好不好？啊，来一个登对的那个交流啊！但是我是以结婚为前提啊，男生的话就滚啊，知道吗？我不接受男男。这干嘛？为什么这里不能那个啦？哦，原来要转这个东西啊！哇，原来是打你啊！这是三怪。哇，有点强啊，这一只。干痛，太大意了！我操！啊呜！儿子加油！我靠，我没事，有啦，我快死了。烂激光！弱点弄不到，靠呗。他刚好被截动了，对不对？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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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去。哎呦哎呦，危险！QTE 解决了，还钱！郭俊佑还钱！啊！结束了。Well, nothing. Nice. But he was grateful to die in battle.什么东西？海姆达尔的脚，放出强力一击，增加昏迷伤害，并击退附近的敌人，附带被动效果，成功格挡，完美格挡，可以缩短这个冷却的时间。强力一击哦！哎呦呀，すごいね！这招感觉比较好用哎、欸。好了，我们打完了之后呢，终于，儿子比老爸强，没有错。我们终于打完了，开这扇门吧。哦，没有放这个龙呢，应该就是要去找那个龙了吧。我们等一下就是要去把中间那个枷锁，他的锁链把它打爆，死亡在此。哎呦，新的符文，强力的斧头抛击，撞开路径所有的敌人。哇，这个很凶哎、欸，这个是轻符文，伤害很高哎、欸，这个怎么用？啊嚓！哇，我喜欢这招，我喜欢。啊，我儿子哎、欸，我儿子在哪里？走吧，上去。可是龙是女生，她是女生啊、喔，龙女吗？小龙女啊，原来是小龙女啊。终于解决了，把她踢下去。把它放了。嗯，等一下。我们的那个宝箱是不是还有一个没有拿？我们先把它放了再说好了。先把它放了再说。好，他把它解锁了。解锁吧！怎么办？他感觉好像哎过了。拜托不要吃我们！他走了吧？他应该厌倦了这个地方了，他宁愿离开这个地方。前面有好几次剩下三分之一的血就开始贪刀了，没办法，我的本性就是硬 A 啊，给你们当负面教材，硬 A 是错的。哦，龙飞走了。龙的光辉耶，冲刺三秒后可以获得不可阻挠的灵光，防止动作遭敌人攻击打断。龙类，我们刚刚所获得的那个是符文还是？好像是符文，是不是？对，我们刚刚拿到的是符文，然后燃烧伤害我们可以拿掉了。我们来装这个龙之光辉好了，冲刺三秒会进入零的转移。啊，说好零的转移呢？我要变零的转移啊，没效果。哎呦哎，不可阻挠的光，哇，变金色了，酷哦。啊，那所以说我们现在最后一个符文在哪里啊？我们已经把这个家伙解放了，应该比较安全一点了。他应该不会一直攻击我们。先禁言你，要去补习了，拜拜。
啊，到时候看记录档，我绝对会把刚刚我们的那个过程剪得66666。乍看之下，你会觉得说，看老头怎么那么强？第二，通常死一次，第二次之后就过了耶。当然，因为经过我的剪接啊，我的那个剪接之力。Okay, so there was an evil dwarf king, and he made all these people hunt monsters. 逼所有人民去抓怪兽，人民把怪兽关到笼子里面。And then I don't know. We are missing a clue. 少了一条线索。Back inside the castle? No. 就看了周包奇，对原始档，原始档我死的真的快上百了。Perhaps you'll uncover more about this dwarf king. 这附近一定有那个符文啊，我们再稍微看一下。嗯，干嘛？来乱的，那个很明显就知道是来乱的、啊。我们是不是要摧毁雕像吗 ？There's a Thor statue on that island. That must be where the spirit's father is buried. 用这种方式摧毁会不会太屌？不会。记录一分钟，直播十年功，真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样意思啊。好、哦，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哎，看你，看这个位置也太磕巴了吧！等一下，这个我打掉吗？我过去看一下。干，如果真的是在这里，我会很干哦。啊，也没办法，至少找到了、啊。阿嬤，我找到你了，阿嬤，你哪会这拍锤？我就想的。我好想你呀、啊！干你老师哎、欸，谁会知道这边？没关系，之后会剪掉。然后你会觉得说，哇，老头超神，老头好神啊，一下就找到了，耶、yeah ！我要伪装我自己很强，真的超级不起眼哎、欸。入手，就是为了你血量最大值激增啊！没有是怒气哦，不是血量啊、哦。好，我们可以走了。A lot of drugger around here. 啊假，很会是不是？很会哈、啊，打爆他！打！超累！砰！解决你！我操！哇，我怎么这只是紫色的那只？我哦耶！去吧，结束，舒服。好，捡到宝藏了。His father's grave. Find anything good? Perhaps. Father, we're going to bring down that statue, right? 坦格乔斯之哇，传说的握柄斧那个呢？斧头握柄呢？每次攻击成功击中，会有低几率发动增益效果，在攻击时引发雷电爆炸。干，这个好猛哦！传说哎、欸，我现在原本是什么？我现在原本是攻击增加防护罩嘛？哎、欸，那第一次拿到传说的、欸，泰尔之拳，斯巴拉西，感觉厉害哦。然后这个
攻击这个吧。刚刚有看到，然后上面那一只鸟，我也顺便把它打下来好了。但重点打不到啊，知道打哪里啊？对啊。这里弄不到啊，有，应该再更远一点，例如这个方向，差一点，差一点。啊！还有哪边？还差一个部位啊！哪边身？他那要打绑铁链的部位啊！啊，原来可以绕路啊！那这样就好打多了。人脸可以改吗？这个游戏啊，不行。后面，烂雷神索尔。Yeah. Gods do not fall this easily, boy. 太赞了。I know. I was just joking. Nor are they a joking matter. 神也不是拿来开玩笑。老爸真的好严格。虽然紫色，但只有一条血。他应该是等级比较高而已啊。就不要掉以轻心。哦，这声响。注意哦。拿到什么钱？600多块而已。奇怪，我们刚划船过来的时候，居然没看到、啊，还说这边有两艘船。这个是背后吧？对啊，这里有两艘船，是不是？前前后后，你可以回去了，回去做交易。阿月最近真的很严格，那三代已经挂很久了。The statue stands no longer, spirit. Then my bond to this realm. Yeah. Brave guy. 迪尔的贡品。好了，结束了。然后呢 ？An offering to one of the gods. Can we use it? No, but perhaps the dwarves can. 结束了，就这样子。就没了，剩火焰国度了、欸。开主线任务，回到山上。I still can't read these. 这边该看的都看了吧？或是什么 ？Oh look, the witch's magic is still covering those scorn poles. 啊，对，他把这弄掉。Saves us some time. 然后这个是。我们要回到那个漆黑的那个路嘛，那个叫什么东西来着的？反正在雪山山上就对了。然后我们现在没办法读，我们必须要扛一个瓦斯罐放在这里。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高能瓦斯。啊，原来你倒在这里啊！哎呀，小淘气啊，让我扛一下。然后被芬里尔咬掉手的战神提尔，是啊。北欧好像有血缘关系，除了洛基被制造出来的是吗？欸，为什么没有反应啊？啊，我们没有，我们没射。有了，有了，有了。Boy. Okay, that's going in the journal. 啊！小心赛德魔法。好的，嗯，走吧。看来真的是星际三没错了。啊，只有洛基是巨人族哦，其他都是神哦。可是复仇者联盟他不是说好弱的神吗？还是说复仇者都在乱演啊？
又是你，不想跟你屁话了，浪费时间。狼群哪边？我怕。看三小，他们这边的狼死掉，还会变成灰呢？有没有？剧毒狼，哦，有毒属性的狼，还有这种操作，我这边都开过了嘛，对不对？我们坐那个塔往上吧。这附近应该没有什么任务了，没错。小心赛德魔法，好，我会小心的。走吧。不知道老头会不会路边见到野生的芬里恩？我不知道哎、欸。他是随机的吗？你这样讲好像是随机的感觉、欸。就地火化。你爱战神的新风格吗？我觉得还不错。No. But I said no. Okay. 这个很晃，没有，其实我在晃。我们到雪山了。把神吃掉的狼。啊，他是狼，他不是人、哦、you know better than 他不是神哦。Thanks. Now watch your step. Carelessness will only delay us. Right. 这个目前无解嘛？就是这里了。Well, there's the black breath again. What do we do now? We see if the witch was right.吸好吸满，哎、欸，好、哦、要自己移动啊！哇，驱光驱光！蓝血的宝剑涂抹接近，烧毁！呀，烧毁！今年是五倍哦，记得回馈一下。好像吸尘器哦，在那边吸这个黑暗，有没有？我可以稍微看一下旁边吗？好像不行。啊！对啊，除了陌生人之外，好像没有出现到其他的神，目前都没遇到吧？赶走黑暗，急急如律令。你看起来黑黑臭臭的，滚！好，解完了，然后又获得大量的经验值了，我们又可以升级了。我们来提升弓箭吧。哦，解锁了，多了什么？光剑可以对敌人更加……哦，这个一定要，绝对。这个不学太对不起自己了，造成更大的爆炸。然后。进一步提升剑的伤害与近身攻击，一定要射速哦，1500，1500，好，这多少？1500，刚好哎、欸，学光光了，我们的儿子又更强一步了，又比老头这个克雷多斯更加强大了，有没有？接下来就由他来当主角吧，就这么说定了。儿子啊，老爸老了，以后的杀神之路就交给你了。You know,
Others said the giants used to visit the Midgard Mountains before they disappeared. Disappeared? Yeah. I guess they just up and left one day. No one knows why. Perhaps they returned to their home. Tiernan? Maybe. I wonder if the face in the mountain was a tribute to some important giant. 我们今天看有没有办法拿到双刀啊？希望可以。More black breath. 结局应该不会打儿子吧？有可能。老爸的话很少。他一直以来都话很少啊。没有多过吧？这里黑黑的。世代有十八加福利吗？我不知道，目前没遇到。不过换制作团队了，我觉得是没有了啦。我是觉得没有了啦。这干嘛？往后会怎样吗？ Nothing. 没作用。The floor boy. That doesn't mean anything. Something's missing. 这边应该就是要再放一个光之结晶。Maybe the riddle will help. 这里没看过。行耶！行耶！行耶！那把剑那么像日本的那把流亡剑，流亡剑。这个可以弄掉吗？我觉得之后了吧。放弃，放弃。雷公才能打掉，那也是之后的事情了。你看看，你看看，我是不是很强？所以战神是说那位北欧的老头大战世界神明吗？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欸。Okay, that looks right. I can almost make it out. Indiana shoot! 拉。双刀是指哪一把啊？当然是。I can read it. The runes. The riddle answer. 当然是我们奎爷的专属武器啊。那、啊、他干嘛？谜语是什么？受困之兽，金句之。解了，敲三下，拜码头。哦，门开了，门开了。有。欸，我想拿宝箱啊，可以给拿一下吗？